他说各方同修捐集了一笔款项，是用来树立啊南无阿弥陀佛石碑的，在一个经常发生车祸段路，我们已经树立了石碑，剩余的捐款一时又没有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再去立，请问剩余的款项呢该如何处理，是否可以用来印刷南无阿弥陀佛横幅流通结缘？可以啊，你想的不错，这样做法很如法。